家好，我是小鬼。这个视频是教大家怎么安装我分享的这个都是 mod 包。首先第一步是要大家删除自己的旧版游戏，就是这个都是这个。删除之前要备份数据包与存档。首先我是用 MT 管理器的。首先我们打开 MT 管理器，然后找到这个安卓名称的文件夹，进入然后找到这个 OBB， 这里是存放数据包的，然后找到罪恶都市这个文件夹，在前面加个一，主命名在前面加个一，然后存档的话也是在这个位，在这个位置的 DATA 文件夹里面找到，然后并且也是重命名，直接也是加个一吧，一样的，然后返回到桌面，这里就直接删除，这样子就备份了存档与数据包，不会被误删。然后删除完之后，回到存档这个位置，把重命名把一删掉，数据包这里也是。这个时候再来解压我那分享的 mod 包，我这里就已经解压了，因为我感觉解压的时间有点久。解压之后打开它会有发现一个 APK 跟一个文件夹，文件夹要放到哪里呢？放到跟安卓这个文件夹一起，就是说同目录，我直接就移动过去同目录的。然后它会在这里，打开它的话会有两个文件，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，这些都不要去碰它，一碰它等一下那个mod包就会失效的。然后再安装这个 APK， 因为我的是 root 的，然后安装页面是跟你们不一样的。安装之后不要点启动，也不要打开，也不要点打开，直接返回到桌面，然后找到，因为我的是安卓8的那个系统，剩余的其他系统都是一样的程序。比如安卓10、安卓11、安卓12的话，会可以长按 APK， 它会显示出一个窗口，里面有个应用详细。我这里需要进入设置，更多应用，然后找到罪恶都市这个包，点击它，然后再找到权限管理。再找到读写手机存储这个功能，然后选一下，选允许，点一下选允许，然后这个时候直接返回到主菜单吧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你的罪恶都市，因为这个时候 Note 包已经是安装成功的。我这里因为有存档，所以它是显示中文，如果大家显示中文的话，打开两个齿牙这里，然后再点这种图标语言，然后选倒数第二个是日文嘛，直接就给它切换成了中文，然后进入游戏。游戏就说明能进，就说明安装成功。如果进来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，就说明没有安装成功。Excuse me, bad boy。这些车什么，你们自己去体验一下吧，我这里就不演示了。这样子算安装成功了。